我45岁，我是个不婚族。我今年45岁，我单身一段时间了。我今年50岁，我单身。我今年65岁了，我现在是单身。每当啊，家人讨论到我的婚姻状况，都会出现沟通不良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为什么迟迟没有对象？因为找不到好的另一半。其实也很羡慕一些有伴侣的朋友，也害怕孤独一生。以前忙于工作，都没有找到适合的对象。现在快要退休了，真的很担心一个人怎么过下半辈子。欢迎收看《人到中年》，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主题是不婚也幸福，中年的生活规划。根据内政部在2012年的统计，台湾人20到49岁的适婚年龄当中，女性的未婚比例高达了40%，而且男性更高达了50%。也就是说，每2名的适婚男性就有1名没有结婚。其实啊，台湾的结婚率是逐年的下降。不婚的趋势也越来越显著，甚至有人认为啊，两性的交往的价值观正在改变，那也包括了收入差、不敢结婚，还有包括单身男女激增，整体的大环境其实是适合不婚族过着小确幸的日子，所以呢，变成了谈感情不见得一定要踏入婚姻。今天邀请到几位特别来宾，他们都单身却不孤单，过着他们快乐不婚族的生活。欢迎慧珠姐。首先是打破台湾结婚的传统观念，并认为婚姻并不是她人生目标所要追求的李慧珠小姐。另外一位是认为与其结婚呢，还不如把时间放在帮助他人、发挥大爱的黄福全先生。同时也欢迎林翠芬心理师以及担任实践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的江亮炎教授。在进入今天的主题，我们先来了解这些人为什么不结婚，来看一下以下的原因啊。女性不结婚的主要的第一名的原因是因为害怕失去自由，而男性就是因为怕养不起家，收入太少，也高达了53.6%。老师你怎么看？在现在的社会来说，我们这个走入婚姻的这个礼堂啊，是不是耽误自己，所以这种晚婚的现象啊，是很多国家都是有这样的趋势啊。是，那我国也是这样嘛。那尤其我们台湾呢，这高等学历啊，普遍化嘛，所以那个女性啊，有这个知识啊，或者自己的这个独立啊，经济的独立啊，或者自主性的蛮高了。尤其怕失去的自由，我们刚才有78%以上的怕失去自由。而且我觉得，甚至女性的经济独立这件事情，影响到女生也影响到男生，对不对？其实两方面都有影响，心理师是从心理的角度来看了哈，我最常遇到的在不想走入婚姻当中，心理的议题当中比较多的就是因为已经独立久了，那因为自己单身独立久了之后，要踏入婚姻之前，常常就会发现说要进入不是两个人的世界，而是两个家庭的世界。那常常会觉得那个压力其实是很沉重哦，像可能要去适应另外一个家庭的时候，常常就会觉得有一点适应不了。后来就决定还是，我觉得还是维持单身可能比较适合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也不可否认，如果有两个家庭，常常在互动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家人的互动越多的时候，摩擦也越大，所以有时候也会让我们发现说，在这个摩擦的过程中，也会觉得可能自己的个性不是适合一个两个大家庭的一个结合，所以有些人也会在这样的状况下选择退出。对，其实我觉得单身或婚姻算是一种选择吧，它是一个选择题吧，我可以选择单身，我也可以选择婚姻啊。对，所以如果说单身是一个选择哈，我自己在做諮商的过程中，我会发现有两种不同的，一种是被迫选择单身的，被迫选择怎么说？对，所以有一种被迫选择单身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并不想要单身，可是因为可能蹉跎啦，或者是说
时间越来越久之后，他不得不面临一个单身的议题，因为可能现在可能机会点越来越少，可能踏入婚姻可能性越来越低，然后这时候才要开始来决定说，哎，我可能未来真的要过单身生活了。那另外一种就是主动选择，有一种就是说他是主动选择单身，那通常主动选择单身的人，通常他会比较多的自我的一个探索，像可能像我周遭有蛮多这样的一个女性或男性。他们如果真的要进入单身之前，有些人会来做一些自我的探索，譬如说有几个探索，第一个就是说，婚姻对我的意义是什么？那如果说我未来进入婚姻有哪些可能性？如果我不要进入婚姻有哪些可能性？那如果说进入婚姻之后，可能如果我未来真的选择我不要进入婚姻，那我可能会面临哪一些状况？那他探索完了之后，最后再做一个抉择，我觉得我的个性，或者是说我的环境，或是我个人的状态或家庭的历程，我觉得保持单身对我是最好的。那这样子也是有人就是他自愿选择单身的。了解哦。那其实我们今天现场有两位单身贵族来到现场现身说法，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是被迫选择还是主动选择呢？首先是慧珠姐，你是哪一种？我是主动选择。主动选择。对，就是从小很奇怪，就是内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就告诉我自己就是。为国为民做事比儿女之情更重要。真的还假的？对，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但是从小就有这个声音一直浮现出来。了解。對對對。好，那我们的傅轩大哥你呢？你是主动选择还是被迫选择？首先声明一下，我不是单身贵族，我是单身平民而已。好，其实早期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论及婚嫁，然后其实也在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历程，其实还蛮忙的，然后慢慢的就习惯一个人的生活，因为爸爸妈妈也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嘛，所以一个人也觉得说过惯了一个人的生活，所以大概在35、36岁的时候就选择单身。35、36岁选择单身，年轻的时候决定要单身或觉得可能单身，跟现在真正进入中年面临的单身的问题，担心的程度会不一样，问题的方向是不是也不一样？就是从小我自己本身因为是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念头，所以我觉得并不会考虑说刚刚讲的其他的因素，只考虑说我自己的一个时间跟生命的能量我要给谁。那我觉得我很清楚的就是我有这样的信念，所以我很清楚我的时间我的生命就是要奉献给更多的弱势族群，然后去服务他们。了解。所以就很单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信念跟目标。年轻的时候，以前的时候跟现在中年人担心的单身生活有不一样吗？那当然是不一样啊，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那个时候也许在经济上健康的各方面可能没有顾忌的很多，可现在年纪慢慢年长了之后，大概会有一些状况会发生，而且我相信人因为这样的一个年纪越长之后，他思考的会比较广一点。OK， 好，包括健康方面，包括健康，尤其可能是健康方面，对不对？首先就来看一看刚才一直说到为国为民，李慧珠小姐她的故事。婚姻它并不是我一定要走的路，因为我觉得与其花时间在小家庭的经营，我希望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去服务更多的弱势族群，我觉得对我的生命是更有意义的。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那个卡通影片，其中有一个卡通影片叫做小甜甜，那这里面就是小甜甜，她就是从小在孤儿院长大，长大之后就回去照顾那个弟弟妹妹，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发一个愿，就是我长大之后要到幼儿园去当老师，当一个妈妈去照顾他们。因为在内心很深层一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为国为民做事比儿女之长更重要，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就隐隐约约的就下定这样的决心，就是不婚。
大学毕业后，我就如我小时候的愿望，就进入幼儿园当家宝老师，然后后来也当了社工员。那在那里面，就像一个妈妈的角色一样，是24小时待命，就是孩子有什么状况，我们都随时要照顾。就整个就很像一个大家族一样，在这里面，我觉得，我给孩子爱，孩子其实也给我爱。我刚到幼儿园的时候，当时我只觉得那是一个把全部孩子集中在一起教育的地方而已，并不觉得那边是一个家庭。是一直到出社会以后，才知道说李老师对我的付出，给予我很多很多的爱，是那么多的帮助。为了要增加我自己的一个专业能力，所以我就选择出国去深造，到香港大学去进修，去练家族治疗，让自己有一个完整的训练。那回国后就在我们台北市佛教关系协会就担任总干事，然后也在华人心理治疗基金会担任兼任的心理师。我的妈妈，当然会担心啊。我的爸爸妈妈那时候，他们也会因为就是传统的观念、家族亲人的一个压力，就会一直鼓励我还是要结婚。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很担心，毕竟一个女孩子如果没有家的话，那老了怎么办？没有人照顾啊。可是我会跟他们沟通，然后也带他们到我的工作领域看，和我们工作其实是很开心的。我们甚至也带幼儿园的孩子回去跟他们相处，所以呢，他们慢慢的就支持我未婚的这样的一条路。我常常不定期到一些机构去做一些的演讲。不定期，比如说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一些家庭做家族治疗，或是带一些成长团体或工作坊。那另外就是周末的时候会去关怀房事独居的老人。王叔奶奶，我来了。我看人啦。好，王叔奶奶好。好。他常常的来看我。有的时候来了就问我，你最近好不好啊？身体还健康吗？有没有什么毛病啊？他很照顾我，他常常啊，隔些时候就来看看我。好巧哦，好特别哦。我认为呢，人生下半场只要有完整的规划跟准备，有家人朋友的陪伴，还有兴趣专长以及宗教信仰，所以其实不结婚一点也不孤单。讲的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你根本就是为了一部卡通嘛？什么卡通？小甜甜。小甜甜跟你的职业有什么关系？小甜甜内容是什么？小甜甜她其实就是一个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一个女孩子。从小生长在孤儿院。你有看过？没有看过，没有看过。都成人中年人，然后呢？那因为这个，就看这一部卡通的时候，就看到他长大之后回去照顾那个幼儿园的弟弟妹妹，然后就发现说，原来有一群孩子，他们是会离开家庭到一个幼儿园生活的。那时候就会觉得很不忍心，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很细心照顾我的，那只要我们有困难啊，或是有一些挫折啊，爸爸妈妈随时随地都会在身边帮忙解决问题，或是给予一些安慰的鼓励。所以你想要当育幼院老师就对了。对，这里我就是，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跟幼儿园孩子来比起来是差很多，就是我拥有这些爱跟幸福，是，所以我很希望给这些孩子离开家的孩子一些爱跟幸福這樣。老师，我就想举手发问，幼儿园老师，那结婚也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你还是可以结婚去幼儿园当老师啊？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幼儿园的生活早期啦，现在可能比较可以。我们早期幼儿园是要24小时都住在那里面的，就是随时待命的。那半夜孩子发烧生病，我们也需要照顾他，所以整个就是要住在幼儿园。是，那婚姻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你怎么看婚姻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能够去发挥
我的一个专长、我的兴趣，或是能够去发挥自己那种真善美的那种爱，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圆满的人生。所以婚姻对我来讲，我真的觉得不是人生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完整的条件。这样。那既然小时候就受到小甜甜的影响，然后想要当幼儿园的老师，你从小是不是因此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会不会已经在努力这条路上开始在做了？对，就从小就是很特别，我其实从小自己成绩就很好，然后可是当我看到班上有一些同学他们被因为成绩不好然后受到老师或同学的歧视排斥的时候，我私底下都会去关心他们。那有因为为了要从事行善或是比较偏向于社工方面，你做了比如说也许是学历跟经历上面的努力呢？比如说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就会进修很多跟社工或是心理辅导，还有就是跟亲子一些教养。虽然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但是带的就是一群从三岁到高中大学的孩子，就是各阶段的一个教养的一些的尝试啦，或一些的需要的东西，就会去进修。那后来觉得这样还是不够，所以希望能够接受更完整的一个专业训练，所以就到香港大学去念婚姻与家族治疗的研究所。什么时候？是我在44岁的时候。哇，其实你一直很上进。而且你很忙啦，难怪不结婚，很忙很忙，你一直在充实自己，对不对？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抬头，哎，你现在抬头包括是台北市佛教观音线协会的总干事，你还是华人心理治疗基金会担任我们的咨商心理师，对，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忙的工作。对，他也是很忙的工作，因为在观音线，他就是要去服务一些单亲弱势的家庭，还有独居长辈，就是会很多的事情都要去忙。所以影片当中就看到很多帮助了很多的家庭，那其实母亲这样看起来，那是妈妈嘛，对不对？妈妈看起来是很开明的，说你现在过得很好。但是我相信妈妈的心里还是希望女儿有归属跟被照顾，会不会一直催？我觉得会，就是在早期，我觉得30岁之前，就是还是会催，因为毕竟长辈的观念，他们还是会觉得就是孩子结婚了才是让他们比较放心的，好像他们有尽到一个责任，所以会一直催。可是那时候，因为我很清楚我自己的方向，我就会邀请我的父母亲到我们的幼儿园来参加活动，看我的工作的情况，然后甚至过年的时候，有一些孩子他不能够回家过年，是，所以我就把他带回家，让我父母亲一起照顾，然后就会更了解我的工作跟意义，然后也看到我很开心，那他们就会慢慢的谅解跟支持。从刚才我们镜头没有看到你是从你进入后台化妆到现在，其实你一直是笑笑的，你是一个乐观，而且我觉得你是对于生活现在的现况是高满意度的人，这样讲对吗？对啊，对。这些东西会让家人安心？我觉得会，会，就是因为我的父母亲他们看到我就是在生活上能够做很多的平衡，我其实觉得是那个满意度是平衡，就是说可以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像心理諮商，可以去关怀很多的人，是，对。然后在家人跟朋友的部分也有很多的时间，就是会规划自己的一个周末是给家人，一个周末是给朋友，一个周末是给比如说去接一些演讲啊，带一些团体啊。所以跟你约会还要约时间，我这个约会是家人，下个礼拜是陪小孩，其实你都规划得很好，对不对？对，就是会尽量就是周末不加班，然后能够去经营其他的一些生活的层面。老师，我要问不礼貌的问题了，那就是会不会害怕孤老终生？我坦白讲，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会害怕，就是看到很多孤独的老人。但是我这几年来在观音线，我投入了这个关怀独居长辈的工作，其实我很感谢这一些老菩萨他们给我的那个生命经验的示现，给我很多的提醒跟典范，所以我慢慢的就会去看到原来老化的历程遇到状况会有哪一些，那我现在可以开始做哪些准备。所以当我做这些准备的时候，心里就会很踏实，然后就觉得这个部分就会安心很多。既然已经说到这些准备，教一下大家有哪些准备你觉得要先规划。
其实第一个我觉得那个做好心理准备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很多的长辈他们都会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老了，然后我没有价值，我是没有用的人。那我觉得其实怎么样我们自己能够现在就开始培养自我欣赏跟肯定的这个能力是很重要的，就是小小的事情我们在生活中就可以肯定自己，欣赏自己，这样子的话你有足够的自信心就比较能够去过这个老年的生活，而不会自怨自叹这样子。心理准备第一点，还有呢？第二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发挥自己的那个专长，像我本身是諮商师，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很棒。其实崔芬应该也了解，諮商师这份工作其实是可以做一辈子，而且我待会也会问他，因为他也单身他也諮商，他也有很多的故事，待会我会来问他这一点。对，就是我们是越老越有用，对，越老越有智慧，因为有很多的人生经验，是，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已经规划好了，就是我老年的时候，如果我一个人我住养老院，是，那我就在这个养老院或不同的养老院，就带老人的生命回顾的那个支持团体。你好忙哦，你未来的工作都找到了，你根本没有办法退休哎，你的天哪，哇，哦，所以发挥自己的所长，还有没有？再讲一两个例子好不好？另外就是我觉得在我其实觉得很重要，就是没有遗憾，现在就要开始经营没有遗憾的人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听到很多老人家说，我现在好遗憾，我有什么话没有说到，我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到这样子。那其实现在很流行的叫做生前告别式。那其实我常在思考生前告别，中年就在想这件事情，对对对，我觉得蛮重要的。是，因为生前告别是我常常在思考，那个是在临终前吗？还是在重病的时候做？是。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就要现在开始做，及早做。对，你及时做就会没有遗憾。了解。就是等到老了，你没有力气了，其实你想做，你也没有办法做。哇，其实还包括你刚才也提到，包括宗教信仰啊，要把自己弄得很健康啊、乐观啊，其实都是原因之一。我们来听听看，其实老师的说法好吧？老师刚才听到了我们的慧珠姐有这么多的想法，我们看看以下的相关的字条，老师我们来一一解释哦。老师是不是应该先做量身定做亲密关系？什么意思啊？老师，就是说我们不婚不一定不一定没有这个老伴嘛，哈。哦。所以老伴能够有共识，有这个默契。是。甘心的、甘恋的跟龙在一起，那这样就可以了。是，不婚单身并不代表你旁边没有那个亲密的伴侣。对哦，你可以量身定做你自己的亲密的关系。再来是人际关系，不需勉强。其实应该我们中年已经有自己的主见跟够成熟了，很多事情不用太刻意。对对。再来是谨守生活步调，确保作息，还是跟健康跟生活有关。主要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像衣食住行、娱乐方面哈，我们的安排这个时间啊、经费啊，或者这活动的项目啊，我们如果能够弄得很好的话，安排得很好，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这个效果。是，其实还是有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会说啊，你现在退休了，或是你开始要面临退休了啊，你人生无余了，可能作息都大乱嘛，睡到自然醒啊或什么的。但我觉得有一定的人生的步骤或是生活起居，再来是哦太重要了，做好理财的规划。老师，就是我们要这个晚年有这个经济上的那种保障哈，所以你平时就要量日为出啊，是，或最少要收支平衡嘛。是，如果你财力好一点的话，你可以投资比较高风险的，像投资股票啊，是，或者不动产啊。是，如果我经济比较差一点的话，我会考虑到说去银行储蓄啊，定存啊，定存，或者是公债啊，是，这样我们老年的话就不要有不会有说经济的这不足的地方。是，不仅是老年，其实也包括所有的不婚族，可能未来虽然你比较没有孩子，或者是他们的教育的相关的花费，但是自己的花费，因为你自己还是步入老年，你未来比较是偏向没有人照顾你的部分，你得先想好理财的规划。心理师，你觉得你自己的 paper 是什么？我想说，单身有些时候哈，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寂寞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自得其乐，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那在自得其乐这部分，如果我自己来做，我会参加一些活动，譬如说，如果以我们可以参加的活动还蛮多的哈，各种成长的活动都可以参加。那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我觉得一方面可以交到新的朋友，那另外二方面又可以充实我们的一个精神的领域，对，那这是我觉得很棒的。那第二个部分呢，我自己觉得。
得啦，要把自己的生活环境打理好是很重要。第三个，我觉得培养兴趣很重要哦，譬如说多看书啦，哦，听音乐啦，看电影啦，看画展啊，那这些我会觉得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哦。那最后一个，我觉得做志工真的蛮好的，因为像我自己就是之前有在张老师做志工，那我一直觉得做志工这件事，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互相在支持，在加油，在打气，哦，那我觉得也是一个，而且我真的觉得很有意义。是，那我觉得这几个是我自己分享给大家。了解了。那其实刚才我们大家都提过，尤其我们刚才心理师也特别提到，就是有时候独处这件事情啊，怎么排遣啊？有些人旅行，有些人读书，一个中年的男人单身不婚族，怎么排遣孤独跟空闲的时间？因为我一直觉得说不婚嘛，你一定要面对所谓的孤独，哈。可是你如果不去跟他做好朋友的话，我觉得生活会很辛苦的。是，好。那相对的，其实在即使我后来不婚之后加入了慈济，哈，因为一个很好的因缘，我认识了慈济，是认识了上人，是。然后他让我们走了这条菩萨道之后，其实日子过得还蛮充实的。可是在充实之余，我常常会觉得说，回到家里面，我能够有这样一个独处的时间，我可以去做我很想去做的事情。有时候倒会觉得说，这个时候如果一通电话进来的话，我还觉得说，好像打扰到我的那种感觉。不要打给他，他在忙着跟自己独处，以后不要打给他，因为你平常太忙了。因为平常在白天的时候还蛮忙的，有时候也会忙到晚上才回来。因为我分享的场次还算蛮多的，所以我会用很多的时间去思考。那家人呢？家人或者是你看到别人有伴的时候出来的时候，这很多人会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不过我把这个问题回归到给他们，我就觉得说，真的，我真的是enjoy在这样的一个孤独里面。好，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寂寞。不管是我的身体，我的家居生活，只要我打理得好的话，我相信家人如果他看到了，他安心，他会很安心的。对，马上来看看，不要打电话打扰他。黄福全大哥他的故事。小菩萨好。好，大家好，大家好。因为有很多的小朋友的互动，即使是单身，我也觉得很幸福。在五六年前，把我的工作结束掉，决定不结婚了。然后其实也蛮幸运的，后来就碰到了慈济。好，然后想不到在进入慈济之后，我的志工生活就更忙碌了。因为慈济志工的关系，所以我很感恩有很多的因缘可以到国外去做赈灾。然后在赈灾的过程，其实感受蛮深的，通常都会把满满的感动带回社区，然后再落实到社区跟大家做分享。其实也是很多人因为透过我这样的分享，他们也感动的。其实志工的生活让我感觉到很充实。我常常到幼稚园去陪伴小朋友。在我刚进入慈济不久，其实我就跟我们的大幼稚园有很好的互动。我想也应该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吧，那我觉得说，我不觉得我已经步入中年的那种感觉，所以时常保有那一份赤子之心。很多人都会想说，福全一个人是不是很孤单？可是我倒觉得，我把孤单这两个字，把它做另外一种解释，因为我要去享受它。其实我很享受 enjoy 在我一个人的生活里面，因为常常一个人回到家的时候，反而我会充分的利用我的时间去沉淀我自己。尤其我很喜欢去整理一些资料，因为个人在志工的生涯里面，我觉得分享对我来讲很重要，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整理我的资料，然后做我很想做的事情。因为那个从小到大哈，结交的朋友还蛮多的，尤其有很好的同学，其实在言谈之间，其实他们不担心我没有结婚。我见头较重。前我介绍西到现差不多七八年，我从来个冇担心过伊过无结婚这件代志。
他虽然单身，可是他会利用时间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因为他不婚，所以他没有负担，所以他可以全心全力的去做善事。其实像我们家庭很美满嘛哈，啊，不过我当下一想着讲父亲假了，我们才被安怎哈？我们夫妻有时候都会想说，啊，他如果生病了怎么办？哎，还好，父亲都好有咱家华亲，大家人对伊都亲像家己的兄弟姊妹同款，即马都未去担心着讲伊无结婚的迄个状况啊。我是一个慈济志工，未来也是。我发愿生生世世都是一个慈济志工。其实我如果日子能够过得简简单单，我相信可以很清安自在的。哦，生生世世都发愿要成为志工，但是现在福娟大哥，你有工作吗？我在6年前就结束我的工作。所以你原本的工作是？我们是做表面处理业的。所以你是讨给，或者是管理人员，或者是我是老板。你是老板，老板的人生跟现在一定很不一样。之前的人生是怎样？忙，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忙，很忙。然后忙到我不晓得我在做什么。多忙？其实依时间来讲，我每天大概4点都要起床，然后就一直做到晚上。我能够晚上八点以前能够结束工作，那算是我赚到了。是啊，可是大概都8、9点才结束。是，所以其实我的休息时间并不是很多。嗯哼，所以那段时间真的可以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很忙，很忙。你其实现在也很忙，但你的忙的方向不一样。对，不一样，因为现在忙的，我觉得我找到我的方向了。为什么决定不会？其实还是因为忙嘛，所以就一个人这样一直过日子。我刚刚有讲过，其实早期有论及婚嫁，可是就是一直忙，没有踏入婚姻这条路。然后后来也慢慢习惯了一个单身生活，所以才决定不结婚。是，其实那个时候家人给我很大的压力，尤其是母亲哈。不过真的很幸运的，我觉得真的是危机就变成转机了哈。这个转机就是碰到了慈济。其实我进入慈济是因为母亲的关系。对，你刚才不是说是妈妈很希望你开始结婚生子、传宗接代吗？然后几年之后，妈妈就觉得说有点无可奈何了，就突然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福全，你如果不结婚的话，那就去做慈济吧。”是因为母亲的关系，所以我进入了慈济。你有明白的跟家人，尤其是母亲说我不结婚这件事情？有。他们当下的反应是？他们当然会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一直要去把这个把它转过来就对了啦，哈，是不是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利用各种的方式啦，哈，比如说去介绍我去相亲啊等等之类的，哈。不过一一的被婉拒之后，妈妈才慢慢开始释怀。可是那个当下，其实我就觉得很对不起家人的，因为这是家人一个很大的期望，是好。可是我觉得，当我进入慈济之后，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报答家人，报答爸爸妈妈。进入了慈济，有更稳固，或是更加深，全家人或你，就是我决定就是不混，一辈子。当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啊，因为他们看我这样的付出，其实他们还蛮安心的，也很放心。是，尤其我很常常的跟我这个家人的，比如说我那些小孩哈，就是哥哥跟弟弟的小孩，跟他们去分享我去国际站的一些经验，就是很刻意的，爸爸妈妈也都听到了哈，他觉得说，他很放心他的儿子哈，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这么的安稳。是，那旁边的人，包括师兄师姐，或者是其他的你的亲朋好友，很麻的兄弟，会不会常常帮你介绍女朋友？以前会，那当然现在是不会，那。如果提到师兄师姐的话，因为这个在几年前有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天我们的上人就行脚到台南来，上人就是我们的真言法师行脚到台南来，他突然就跟我问我的一句话，他说：“黄居士，你结婚了没？”我要跟上人报告说我还没有结婚。啊，他后来又问我说：“那你想不想结婚了？”
啊，因为之前就已经决定不结婚了，所以我就回答给商人说，哎，当我我是决定不结婚了，不过我们商人还是有一点担心，他担心我这个意志坚不坚定，后来跟我讲一句说，啊，你意志有没有很坚定啊？那时候我就跟商人说我决定了，好，所以在那个当下就对着我们这个台下了好多的师兄师姐讲了一句话，你们这些哈师兄师姐啊，不可以给他介绍。上人说的，上人说的，所以我就注定一辈子单身了。其实上人这样说，也让大家跟你心更定了吧？对，我觉得是定下来了。其实要找出我们的实力点了哈，我们的着力点要把它找出来。我觉得我已经找到我想要的，而且我的着力点也弄好的，好，而且我的目前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因为我把我自己，我觉得啦，打理还得还算不错。还算不错。那刚才一开始说到你六年前就是辞去了老板的工作，是，所以现在是完全的全心投入志工，是。经济呢？其实上人一直教育我们，其实生活简单的话，其实都过得去的。是，如果要中去比较的话，其实生活困苦的、生活比较那么辛苦的人，其实比我多的是啊。了解了，他们都可以走过来了，那我为什么不能走过来呢？哎，心理师，其实我们今天看到这两位都是主动一直说不婚好，不婚好。但你刚才也提到另外一批族群，他是比较偏向于被迫，对，被迫单身，被迫不婚，对。他们的心理调试可能跟他们两位的主动方向是不一样的，对，很不一样。对，那一般来说，如果是被迫的话，比较容易有的心理状态就是比较容易自怨自艾的情绪会比较多，他就会觉得为什么别人可以找到，为什么我不行，就有很多懊恼的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他们情绪起伏也会比较大一点，常常会让自己处在一个情绪比较低落的一个状态下面。所以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状态或这样的心理状态的话，那其实有时候还真的会蛮不快乐的，因为他会很痛苦，因为痛苦的来源就是说我想要可是我得不到，所以有些时候，有时候我真的会遇到这样的当事人，就是他深陷在这样的痛苦中而不可自拔，那已经不是一个怨字可以形容了，可能苦字，非常的苦，好，所以有些时候当他有这种状况的话，如果我们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我会转移他的注意力，因为他们太把注意力放在我得不到什么，那我们可能会慢慢看有没有可能把它转移到我可以做什么，那转移到我可以做什么的时候，第一个我可能就会看说他们的情绪来源是什么，他真正在意的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去把他的情绪消化掉，第一步，让他心情比较平稳的时候才能够来看到说，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什么？那如果说我们接下来可以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重心来看到说，那未来他可以做什么规划？是，那其实刚才你提到了一个东西，包括了这两位都有面临的，我想所有的不婚或单身都会面临的，就是家长，对，尤其妈妈可能会担心啊，女孩子没有人照顾啊，儿子传宗接代，怎么跟上一代沟通我们的真正的想法？其实这个部分跟父母沟通真的很重要。那有些人会逃避跟父母沟通。他就是选择不要面对父母，不跟父母沟通，那这样越不沟通，父母其实越担心。那其实如果你可以去了解，像我们刚刚我们的伙伴们分享的都非常的好，其实父母就是一个担心而已，他希望你过得好，对，那你可以去同理他的感受。那像我一定会同理我妈妈，我就会跟他讲，我知道你的担心是不是担心这个，他说对，好，那我就会告诉他说我会怎么做让你这个担心变比较少一点，所以我第一步会先同理他。那另外有一些部分就是有些父母会责怪自己，譬如说爸爸妈妈会怪自己说我没有扮演好一个爸爸妈妈的角色，是不是我耽误了你。那我觉得如果说父母有自责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也还是了解他们，就是说让你的父母去参与你的生活，看到你在做什么，那他慢慢就会放心。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可能我觉得也让他们知道说你未来会做什么规划，那他听了之后也会比较安心。其实就是一直会说沟通沟通，其实就是这个过程，他听久了，你可以说他习惯，你也可以说他懂了，他就是听多了就会觉得哦，你是真的有在这样想，你是真的有这样做，他们会慢慢的接受。其实老师，我们刚才一直听到大家在说，我们似乎都没有想到另外一点，就是单身者或者是不婚者，我们会被别人这样看，但也是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时间也许比有小孩的这些父母来得多，原则上应该是这样。那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你的时间多，你也不要没有这么多的牵绊，你应该好好的规划你的人生的下半场。老师有没有怎么样目标的定地，可以帮助这些
目前单身或是不婚族的中年男女来说，他们关于人生的下半场的目标的定定，去建立一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这个老伴的那种交友的这个圈啊。哦，这个重点，没有利害关系，他也是你的老伴。哎，这个老伴一定要是异性吗？我的意思说，可以是好朋友吗？不一定异性的，是大部分都是那个男女都有的伙伴 partner， 能够谈得来的可以，都谈得来，兄弟也可以，但他们是没有跟我有利害关系的，没有利害关系才会长久，才会持久。对对。哦，还有呢？来，还有就是说自己去发现哦，去发掘到，这个乐在其中的这个，对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的这个兴趣，或者是这个职业方面是，那这样的话，他就好像有一个方向嘛，是兴趣，兴趣，再来是说那个要建立自己哦，自己负责的，因为你是单身嘛，没有办法，你也是个大人的，你又单身，又是中年人，你要对自己负责，自己负责的那个精神跟态度，那这样的话，他都会比较成熟，不这样的情形。了解了，其实啊，没有了婚姻的束缚了，你是不是更应该没有压力，跟没有人绑住你的情况之下，好好的追求自己其他的人生目标。我单身，我今年55岁。我今年58岁，是个快乐的单身族。我今年63岁，我目前还是一个单身族。我虽然单身，但是我把我的生活安排得很充实，我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我学活得很快乐。因为单身，我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以服务更多的人。我觉得单身是一件很棒的事。我觉得单身生活是很不错的，啊，只要我们保有一颗简单的心，热爱生命，我想生命是很有意义的。在节目的尾声，是不是各位请大家都给我们这些中年人、单身族或是不婚族一些自己的生活经验或者是意见呢？首先请傅君大哥。我想那个结婚或未婚哈，我想只要我们保持我们一个很单纯的心，然后去寻找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其实生活可以过得很简单的。而且我的重点是在能够自立，也能够去利他。好，能够自立也能够利他哦。哎，心理师。好，我觉得中年单身这个阶段哈，其实是展望过去，然后就是放眼未来一个很好的时间点。所以其实这时候其实可以思考一下，有没有什么你一直很想做，可是一直没有时间去做，或者是说你一直很想做却还没有做的事情，其实可以去做一个自我实现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因为我从心理的角度还是会很关心大家的一个身心健康，所以其实这时候就要开始养成一个健康的自我照顾习惯。那这个健康的自我照顾习惯包括怎么放松自己，怎么找到一个快乐的来源，好，那怎么样养成譬如说一些不要让身体负荷太重的一个运动的习惯，那其实都是在这个时候养成习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是，老师，这个既然已经决定要不婚了，要做单身的话呢，你就要好好规划，要充分的利用时间啊，有这个经济的来源，也可以很多的朋友啊，精神上就人际关系方面就可以得到了。是，健康跟经济还有我们的朋友都是我们人生的支援系统哦。最后请到慧珠姐。好，我觉得未婚的人呢，其实真的要多欣赏跟肯定自己，就是我们要很清楚这个不婚的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然后呢并不是说我们有问题啦，我们有缺陷这样子。我觉得要常常的去欣赏跟肯定自己，是，然后找到一个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一个能力的一个目标，然后发挥。我觉得只要你能够真心真意，不论是做什么事情，去能够付出你的人性的真善美的这样能量，去爱自己，去跟帮助别人，这就是一个很圆满的人生。没错，其实我想现在这两位，尤其是这两位啊，他是我们今天的个案，并且非常的有自信，
让我们的家人跟我们身旁关心他们的人不用担心。可是父母啊，只要在世的一天，他们永远永远会担心着我们，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孩子。所以即使是沟通再多遍，大家都不厌其烦的同他们的理，同他们的心，他们才会安心。就好比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这一位特别来宾，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声音，他到底是谁呢？ Hello， 你好。你好。你是谁？哦，我是李慧珠的妈妈。她完全，目前慧珠姐完全呆掉，她完全不知道你会跟我们通电话。哦、李妈妈你好。好。你好，主持人好。你好。嗨，大家好。最后我们在节目的尾声，我们可不可以让你们母女两人对话？也就是妈妈有没有什么更耳提面命的事情跟女儿说，让女儿做一些回应，好不好？哦，好。来，你妈妈请说。好。慧珠，我希望你，付出很多爱去关照那些单亲妈妈，或是说孤单老人是没关系。我希望你自己身体要保重。好，慧珠你呢？很意外，我觉得真的很谢谢妈妈，就是真的从小到大都很照顾我这样，然后很支持我。虽然过程中她有很多的担心，但是我有看到她把担心放在心里面，然后在行动上就是支持我。像到现在她都还帮我准备便当啦，准备生活很多的事情，让我可以安心的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这部分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这样子。李妈妈，听到了吗？听到了。其实她一边讲的时候，她有一边嘴唇在微微的颤动，她有在盯住啦。但是她真的是一个很乐观，我们今天才认识了不到两个小时，她是个超乐观，而且超贴心的人。对，你不用担心了。对。那也希望你好好的保重身体，好不好？好。母女两个人还是要继续加油哦。好好，谢谢你妈妈。哎，谢谢，谢谢。其实不管你结不结婚、单不单身，这都是你个人的选择。但是人要能够幸福，还是内心的自在跟快乐。祝福大家，谢谢各位。文大哥，谢谢你，谢谢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你，谢谢。